现在艺人们为了赚路人粉，都会去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和真人秀，一般观众们也都喜欢看艺人们私下里真实的样子，但这样也会有风险，毕竟性格特点都会被放大。吴宣仪从火箭少女出道之后成了综艺节目的常客，有了自己的综艺节目挑战吧太空。只是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吴宣仪因为赖床没有打扮，直接素颜出镜，但是这个颜值还是很扛打的，素颜和妆后效果差不多，也许是因为太累了，脸部稍微有些浮肿，看上去圆润了不少。素颜的吴宣仪简直是放飞自我，直接面对镜头不说，洗漱也显得十分随意，涂了一个润唇膏就开始了。节目播出后，吴宣仪的素颜照满天飞，粉丝纷纷喊话吴宣仪把偶像包袱捡起来。